多少有点关系。呃，写推荐信，老撒是确实发挥作用了。哎呵呵，我觉得上次你的故事还没讲完呢。哎呦，咱就不说了，对吧，亚平？但问题在于，他能在这个十一年内完成别人二十一年的学历，最后上剑桥大学拿博士。 而且是经济学的博士，而且是土地经济学的博士，土地经济学，我说这哪跟哪儿啊？这，对 <laughs> 你为什么学土地经济学呢？它只有那个系是叫土地经济系，嗯系系，嗯你现在能规划国家土地规划吗？对对，规划不了 <laughs>。<laughs> 不是，当然了，这这一般人就会想咳咳，这肯定是萨姆兰奇走后门有关。是吧哎呦嚯！<laughs> <laughs> 桥收你是不是也跟冠军有关系？肯定是。 多少有点关系。呃，写推荐信，老撒是确实发挥作用了。哎，剑 <laughs> 也,也不能小瞧了剑桥，你毕不了业还真毕不了业。嗯、对，他汗颜了。是就六十万字的博士论文，土地经济学。<laughs> 我的，我天，他就是呃，从二十六个字母你开开,开始。当年他在他先上清华，一开始我觉得我在清华里最差的一个学，就是一个学渣。 <laughs> 啊，就是学生，啊，就是在清华就是最差的一个学生，真的是这样。嗯，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运动员好在给了我一个，呃，可能被训练过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吧。我觉得任何事情啊，从现在做都不晚。嗯嗯，然后任何事情从零开始学也都不晚。虽然我那时候二十四岁开始学 A B C，然后，呃，但是我因为从运动员来讲，我是完整了走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路，就是从小孩儿。 从不会打球到会打球，最后到成为一个顶尖的运动员，从不会到成为第一个世界冠军，十一年的时间，我是这条路是完整的走了一圈了。我知道一个事情，你是需要多少的努力，需要多少的时间才能沉淀出来的。我即使去学习，无非也是这一趟嘛，啊，嗯、所以这一趟的话呢，没有可能给你任何的捷径。一开始就是上来就是量，先起量啊，先起量。 量量到一定程度是质的变化，那只有压到那个程度以后才有质。你前面没有量，没有质，所以我觉得这些很简单。对于我来讲，我已经已经走过了一遍，已经很简单。所以读书也一样，读英语也一样，学英语也一样。咱们就说迎接新挑战。今天咱们每个人，我现在发现，包括中老年人，嗯，在今天这个社会都遇到新挑战。嗯，你换一个工作，你像那天我碰见一个呃朋友。 你到一个网络平台，对，他说就就是要不断学习啊。是的，你就不断更新呐、啊。就今天一切变得太快了，<对>那你碰到了一个新的，有一种性格的人就是畏缩。我不是特别害怕做任何事情吧？嗯、我觉得这个方法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怎么能够抓住自己的最擅长的东西，就是扬长避短，跟我们打球是一模一样的。你老去跟人打到人家的套路里头去，你还想赢吗？ 是吧？因为每个人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，你一定要尽可能拉到你的套路里来啊！<laughs> 甭管比赛打到什么程度，你都得打回到自己最舒适的地方去。有些东西的话呢，呃，是需要通过技战术来来来来,来变化的。呃，比如说有些时候你需要打球打得更快一点，打乱他的节奏。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势不在你这边，那时候呢，你需要去变节奏。 需要去变变节奏，对，因为你只有变，才有可能再打回来，啊、呃，才又打回到你的套路来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做事情，我们特别想追求不变，就永恒最好稳，嗯、是吧？哎、别承担什么风险，哎、呃，不要搞什么特殊的东西。其实啊，你越怕这样做啊，你是越难越去去很难去适应它的变化，因为唯一的变。 唯一的不变，就是变。对人，两位嘉宾也不一样。对呀、啊，您今天衣服穿的也不一样，我也不一样。对呀、啊，我跟着、啊、然后你穿的。<laughs> 然后你看，永恒不变的其实是一直在变，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快速的应变？适者生存，适应这个变化，而不是畏惧这个变化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抗拒这个变化。就我说的，运动员是应该争冠军，对，应该一定要赢，是。 但是呢，宰夫，你说，呃，他说现在很多，比如说孩子，嗯，现在这个有人说啊，说我们家那个孩子啊，就那个玻璃心，就是比如说啊，玩个游戏都不能输，嗯，就要赢。你看你说跟谁生气呢？我这噼里啪啦就怎么着，就这游戏过不去，嗯，这也是强烈的他要赢，对，这一直障碍。所以说，你说这种强烈的愿望，他有时候障碍到孩子变得消极，他不爱去参加某个运动啊。 他是觉得他呃怕他打不过人家，他经不起这他因为惧怕这个，他就不去。我觉得这个在另一极端上也挺可怕。你知道，就是呃，我记得高考嘛，我还是个重点呃重点中学的那个一个班，我们班的第二名哎，就临高考的时候，平常考第二名，他不去了啊。我们老师因为我们俩同桌，我们老师找我跟到他家做工作、哦 我就说你去考啊，对，他就说我怕考不上，嗯，他说，我说你在咱们班是第二名啊，<对>咱们是全省重点呢、啊，你怎么？他说正因为这个，我我不想，我不敢去考，嗯，就是呃，你看到后来就上了一个就是技校啊，一个什么的，啊、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这种对于这个胜负的，其实它的另一方面、嗯、这种恐惧啊，嗯，实际上也让很多人裹足不前，嗯，甚至就是我不我选择不迎接这个，嗯。 挑战，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练在这头反作用啊？<music> 我我我我相对来讲，我还觉得应该让孩子们，尤其年轻人，要有一定的这个好胜心，而不是说躺平，也不是说随遇而安。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千万不能有随遇而安的心态。那不卷吗？嗯，<music> um, 我觉得永远是强者恒强。 强者恒强。我觉得你们俩其实说的是两个层面啊，嗯，因为这是顶尖运动员要夺冠的层面。嗯、对，这个幸福这件事情，你等退役了再说，先吃苦，而且你不夺冠就失败，这个压力是很大的。刚才你说的那个呢，就是我们家那小侄子也有这种情况，就是因为家庭的溺爱环境是不是社会环境，它是反社会环境，所有人都宠着你，你绝对不能接受失败。 在这个时候，家人去玩体育，其实是体体会体育的快乐、挫折、协作、失败、成功都接受。对，就是普通人玩体育应该这么玩，体会体育的快乐，随便玩，从中出现的精英再进入这个梯队，赞同。嗯，哎，去把争胜心最强的那帮人再给弄到这边来。对，啊，让他去夺冠去，这个赞同，我非常赞同。对，但是现在为什么很多孩子就是胜胜败这件事儿啊？ 他就特别较劲，你看咱们要老说享受体育，对吧？这个胜负本身就是快乐的体验。嗯嗯。嗯但是为什么有些孩子那么玻璃心呢？我我觉得他受的还不够。挫折 <laughs> <laughs> 教育不够。<laughs> 对,啊,对啊，失败太少。对,嗯、对了，对了，你要败的多了，可能对他就习惯了，哎，他就习惯了。您您也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。 要不说我说这这邓亚萍，她就是开挂的开挂的人生、哎不不不不哎，不需要解释是吧？不是，这人家儿子，他他儿子是北京青少年乒乓球男单冠军。哎呦，那他也输的时候啊？那你怎么把他就培养一个就还是的啊？对他一开始他这，所以我你像我是比较好强的一个人，但恰恰的这个我儿子呢不是那么好强的一个人。 哎、呃，所以这个是哎<系>、呃，挺麻烦的。我跟你，<laughs> 我觉得挺麻烦的那个事儿。他看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差不多啊、呃。然后也可以。然后我倒觉得不行，我觉得不行。我觉得他应该去较点劲，他要给自己较劲。你较了劲了以后，过程当中你必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挫折，甚至是失败，很正常。但是你连去较劲的这种劲儿都没有。 我觉得他就根本一事无成。你怎么把他刺激成冠军的？我我我刺激冠军岛，反正是用各种慢慢的一个引导的过程吧。我觉得，因为一开始其实谁都怕输，他也怕输。但是我跟他讲，我说输球没关系，输球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我说你上来不可能能赢，嗯，所以我一再跟他讲，你上来不要告诉我你能赢，你告诉我你输是输在哪儿。但是所以他一开始呢。 输球只给我找各种原因，各种外在的东西，比如什么去参加比赛了，地板太滑了，回来跟我说地板滑了。嗯、我说你地板滑，<laughs> 对手地板滑不滑？啊，然后去到南方参加比赛，然后这个男他没有出去参加过比赛，原来只在北京打过。去南方参加比赛呢，到福建潮，天气很潮，我知道，因为我们。 一旦这个一潮，这个这个天气，地也滑呀，哎，然后这个台球台，球台,球台，球台哎，泛泛潮以后，那个球台也滑，嗯啊，球台也滑，然后这个出手的这个胶皮啊，和球啊，它都不太一样了，和干燥的环境是不一样的，对,对对对，那他就不适应，没有打过，然后输了，告诉我说天气潮，理由可多，对，理由可多了啊，要不是今天，哎，他发挥得超好。 嗯，哎，不是我发挥的不好、嗯，哎、反正都是别人的原因。身气不好啊，呃、不是自己的问题。<laughs> 哎，我我说这个不对的啊，我说这个这个不是这样的。我说别人有可能是有这样的。我说我我我同意，有可能这样的这个外在的环境是在你可能适应能力弱，你只能说你适应能力弱。那别人适应能力强，他很快他就能适应。那你为什么不能调整，对吗？我说反过头，你还得要去问自己，到底今天输在哪儿了？你的技战术到底在哪还出现了问题了？ 你到底输在哪？你不要给我找一堆的客观原因，因为输球可以找一百个客观原因，赢球也可以找一百个正当理由，你呢赢了。然后呢，前面一直是前些年一直在说这件事，就是你告诉我你到底输在哪，我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是你要告诉我这么多的客观原因，我没有办法帮助你，因为客观因为谁都在啊，你不能面对自己的时候，或者你赢不了自己，你赢不了对手。所以有一次。 应该是去年吧，去年的时候，他是上一年的这个北京市的男单的冠军，他呢，去年的时候去再打的时候呢，他就觉得我男单冠军嘛，他就比较自信，原来是不自信，然后现在呢就觉得挺自信，挺牛的，我这都男单冠军了是吧？结果去了以后输了，输了以后我没吭气儿啊，下午整个比赛打完了以后，我就问他，我说单打怎么输的了？我以为啊，他还给我讲一堆的、嗯。 一堆的这个借口，然后告诉我，说啊，我飘了。<laughs> <laughs> 嗯哎，这镜头很深刻啊，终于啊对啊，说我飘了。 说还有，他说这个妈，你得再教我几招新招。原来咱得冠军，你还给递点小灶呢。那别的孩子输给他，永远可以说客观原因是他妈是这样，对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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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样的吗？但是呢，就这么两句话，其实我很高兴，成长了。其实我很高兴，因为高兴在哪儿呢？他敢面对自己，他敢面对自己的不足了，不是给我找一堆的原因了，而是看内了，往内看了。 啊，再一个呢，他知道我那几招啊，就原来那几下啊，技术啊，已经不够用了，我需要练新技术了。这也是就这两句话，我很高兴，输球不重要，真的不重要。<这>相信每一个人，他再佛系，孩子再佛系，他只要挠到他那个痒痒肉，啊，他真喜欢这个事儿，他也不会觉得累的，他也不会觉得烦的，啊，所以我是觉得一定，这个我们要找到他自己最最喜欢的那个东西。 他一定会不满足，甭管他是不是打游戏，打游戏可以打世界冠军啊，你怕什么？对 <laughs> <打>，都要跟自己比，你你你自己跟自己比，然后是这个电子竞技现在都列入亚运会了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啊对呀、啊，你电子竞技列入亚运会了，你得足够棒的话，你可以拿亚运冠军啊。那哪天电子竞技奥运了，你还拿奥运冠军呢，是吧？所以说，我是觉得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，你是在给自己较劲，还是说给？ 做给别人看的，是吧？我们运动员其实就是不断的在突破自己的极限。嗯，今天能不能好点？明天能不能再好点？再好点？他就是不断探、探、探、探到你最大的那个极限。所以，我其实我有一句话，就是我们自己不要给自己设限，因为你从来不知道你自己的潜力有多大。哎呦，你的生命就是这样的，你、你的真是不给自己设限了，是吧？拿冠军又上学又。<laughs> 做慈善又这个又教出了北京青少年冠军，嗨，有如果你不敢做的吗？<laughs> <laughs> 哎，这看看吧。<laughs> <laughs> 真的，我我我我觉得这亚萍姐姐对我是个激励。我还记得，就咱们有一位过去有个老嘉宾，咱们这个王王王蒙老师。啊、哎，我就发现他就是呃，经呃经常说啊，你不但要敢于失败，你更要敢于胜利。对，这个话说的很好。对，其实、嗯、我,我家里是敢于尝试。 敢于尝试，才能敢于胜利。对，对对我觉得包括我自己都面临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现在产业转型啊，很多人的工作面临着要改变。必须的，你过去的做这个的记者，你可能做不了记者，<错>你就要做新媒体。没错没错，你完了全是新的。是的。所以现在真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咱们这个年龄的人，你不断的要更新换代，你要进入新的情况。是<的>但是呢，特别是过去已有一些个成绩的人，已有积累的人。 你尤其在涉入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呢，你会对，我哎，我成不成？对，或者说，或者说你有一种迷之你，你不叫迷之自信，你有一种迷之自恋，你知道吗？嗯、就是说我原来在这个舒适区里我是冠军呢，我到你们这个新池子里，我也是冠军。好多人不敢跳进这个池子，其实还是因为，我到这儿我也得是冠军，是的，要不是我就不去了。所以这样呢，就所谓。 永远留在这个舒适区，所以我觉得你的你就不怕吗？你就不怕出丑吗？涉足一个新的领域，大名鼎鼎的这冠军，比如说上学，是不零蛋，或者说 <laughs> 或者说干一项新任何一项你现在新的事业，<laughs> 没干成，砸过了，砸锅了，<laughs> <对>甚至被群嘲，是<对>，你你你脑子不想这些事儿吗？呃，想是想，但是可能积极的东西会更多一点，你要遵循这个。 行业或者这个事物的发展的规律，一定要找找到这个规律，这是我觉得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一定是做你在这个里头最擅长的部分，不要去做你不擅长的部分。哦，也不是傻冲。<laughs> 是吧 <laughs> 说？说的特别到位，<laughs> 他也是个人精我觉得。就,就比如像咱这媒体人啊，<laughs> 就是我后来这不是去连续去互联网公司，人家让我干的就是品牌传播。 我说我可以搞点别的，是吧？<laughs> 做流量，做销售，<laughs> 算了啊，算了。<laughs> 但是呢，我觉得一个新的领域呢，你不用去畏惧什么，因为任何一件事情，有些新新的领域呢，其实每一个人也都是新的，因为大家是同一个细胞。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我们从二十一分改到十一分，乒乓球是吧？对，二十一分改到十一分，大家都说这是针对中国的，是吧？对，当时是这么说，是吧？嗯。那么。嗯 反过头来，我们在想这件事儿啊，就是你所有的乒乓球的改革或者是什么这些限制，当然它肯定是冲着中国来。但是你你到现在看这个结果，你有用吗？嗯，你没用。为什么没用呢？是因为我们的基础和我们的实力摆在这儿，你改什么，我都很快又能够适应它，去超越它，因为我本身水平就在这儿。 你的规则改了，是你先打了十一分了，我还打二十一分，还是咱俩哗一下都打十一分？那么如果大家都打一十一分，是不是又一个同一个起跑线呢？对，是是这个关系吗？对。对好，那么如果都是同一个起跑线，我原来对于这个项目的理解和感悟，我又很快会去适应在十一分比赛过程当中的它的要素，它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它当然。 跟二十一分是不一样，不一样在哪儿？它更短，它更快，搏杀的东西会更多。嗯，那么我们原来二十一分打的时候呢，我五个发球，现在两个发球。那我发球的过程当中，我就有战略和战术的配合了，啊，甚至于我开头和最后我收尾，我也可以有一个战略和战术的配合。现在这些东西没有了，为什么？你不容你战略，只只容许打战术。 啊，uh, 就是拿分、拿分再拿分，因为你我放你俩球，哗，零比二落后了，我再接发球输俩，零比四了，离离十一分很近，就剩七分了，你万一一过，哗，你回不来了。我为什么讲战略？二十一分的时候我可以放你，甚至经常我们乒乓球队高水平的时候，对一个生手，前十分落后的，因为没他碰到过。 前十分是落后的，后十分对后十分我追回来，我又赢了。先研究研究啊！哎，我我有一个适应的过程，嗯、因为有一些新的对手我们不了解，对,对,对，别人是研究我们的，对,对，是吧？那我先让你跑，跑跑跑，跑到十五分又能怎样？我一样追你，因为我实力在这个、啊、不实力在这儿，啊，但是呢，十一分打球的方法就不太一样了，我不敢让你说去打吧，打到八分我再追你追。 不好弄了，这这个不好弄了、哎、<呦>啊！所以说呢，我想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看似是针对我们来，但实质最后拼的还是你的实力。那个胜负的偶然性是愣是一点没增加吗？就他们期望的那种的啊？短的偶然性增加啊？就是弱手我玩命攻你几下子，有可能赢一盘的？还是哎，对对对对，他是博你的心。 他是博你的心态，就比如说我，因为我第一局上去，啪，十一分，我输掉了，我零比一落后。嗯嗯、我第二局，我、哦、啪，我又猛，我跌零比二落后。一，你知道人一旦零比二落后，这个时候的心态会给你带来技战术的变化的走形。呃呃，他只有是这个方面的东西。如果我们好的运动员能够足够好的心态的时候，他最后还是我们赢，因为打到一定的程度，你不要看他领先，看他领先的有时候他不敢赢你。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这个自信。